Liying, 来自河北廊坊，今年19岁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啊，那是因为我关心。我突然间打了一个啊切喷嚏，打了一个喷嚏，完了巴拉巴拉什么聊天。如果我突然间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果什么，然后。哇一轮。然后什么？如果我突然拿起手机。